新包出了磁人战士和三型金字塔，不过看着这金字塔，不由得有点感慨万千。当年阿图姆打邪神佐科的时候，要是开的是这玩意儿，那不早就把邪神的戒本，把他的龙头给打个掐头去尾。不过考虑到当时阿图姆是失忆了，那没开金字塔的原因，那一定是因为他忘了他的驾照放到哪儿了。毕竟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不过还是只能说 K 社的脑洞实在是大，别人都是什么汽车变形、飞机变形，奇怪的一点了，那是家用电器变形。但是这金字塔是什么呀？是法老王的陵墓呀！所以说咱们这边是直接坟头变形，人家狮王是穿着一身黄金祭祖庙过来打架，但是三星比较牛逼，开着祖坟过来爆破，别人是祖坟冒青烟，这边祖坟冒硝烟，这哪叫什么游戏王？应该叫做《战车少女前传》《灵车少年》。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阿图姆这边他们如果别按黑暗大法师、三幻神、青眼白龙、夏迪一个一个上去送，大先生早就被群殴致死了。葫芦娃救爷爷的故事永远不会过时。那说回卡组，这一期咱们来讲讲这个平民刑天卡组、三型金字塔。可能有人看不明白了，什么叫做平民刑天卡组呀？胳膊、腿、眼睛、嘴巴全都有啊，嘿，就是没有头啊！这没有头的平民战神，那不就是平民刑天吗？那没毛病啊。三金缺了个斯芬克斯，就好像三帝去没了地法，西方没了耶路撒冷，金字塔没有了石狮子。确实是金字塔没了石狮子。世界未解之谜里面有一个是狮身人面像鼻子失踪之谜啊，所以斯芬克斯一定是去找他的鼻子去了。虽然没有 T1 的强度，但是奈何这玩起来确实是花里胡哨的，就那种啊，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都差一点。观光车模式转卡，但是抽一丢一没有完全转。骨灰盒模式加抗性啊，只防了笑破，没有完全防。汽车人模式站街三封啊，但是就这2000出头的打点儿，就算是 buff 叠满，以为谁都打不过，结果就真的谁都打不过呀。好在舞者的效果可以每回合永久加工，像极了我宝可梦疯狂叠龙之舞的样子，一回合加500，一回合加500，别人天生优秀，出生就是5000的强者打点儿。但是三金肉体凡胎只能逆天改命，靠努力把自己的攻击叠到啊，好像再努力也叠不到5000呀，好他妈现实啊！就玩的时候感觉我这不是在打游戏王，我这是在拿着狗头叠 Q 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吗？因为你 Q 的层数叠的不够高，之所以打点不够，是因为你舞者叠的不够多，不一定是最强的卡组，但是一定是最励志的。更何况这狩猎者确实是狗头啊！不过仔细想想，狗头的原型是阿努比斯，是埃及里边的死神，金字塔是埃及法老的陵墓，埃及的卡片，埃及的狗头，那这玩着一模一样的操作，当然没有毛病啊。不过这么想的话，狗头是埃及神话的角色，而埃及在非洲，咱们这边正好也有个非洲的狗头啊。我懂了，狗头侦探其实就是沙漠死神。其实整体来说，三金是相当考验理解的卡组，逃效果、风战街、资源补充、资源回收，依靠不同的形态应对不同的情况。卡组强度其实放在国际服也是平民卡组常青树，但是大哥却找鼻子了，就导致这个卡组的打点的很尴尬。现在只能处于T2的位置，或者是换种思考方式，与其想着自己的打点怎么提升，那还不如想对面的打点怎么下降，对不对？可以尝试加入分段吊顶之类后场弥补缺陷啊。对的，吊顶硬核降打点，对吧？接下来的只需要根据情况改变形态就可以了。打架变身机器人，笑破变身骨灰盒，展开变身移动骨灰盒实在不行你甚至能变成一只旺吧你别说龟龟它不是本家，超星神都能动物变成机器人，那我王八凭什么不能变成机器人呀？总的来看应该是最近一直都在放平民斧王卡组，又是补强新手玉组，又是出质量不俗的新手卡包，所以这大概是准备要出一些斧王之外低价又有操作性的平民卡组。三型金字塔也好，磁石也好，都有着不俗的操作性与对卡组理解环境理解的需求但是只不过他还是怂斯芬克斯不敢放出来，导致卡组强度只能停留在 T2 的程度骂。不过整体方向算是好的不过仔细想想好像只要我不说他总不会不经夸吧，那就不至于毒奶不过还好我自制能力强，忍住没有说刚才这说的应该不算奶吧那要不然奶点其他的东西平衡一下，那就要说说这款洗发水了我操，这转场也太硬了吧，头发油了很影响颜值，而且这头一油头发贴着头皮就挺难受的，所以一款好
少用的洗发水产品就非常重要了。我最近在用果壳泡泡洗发水，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多人在挑选洗发水几乎不怎么讲究，会在超市随意拿起啊包装眼熟的牌子就走了。而我用果壳的洗发水感觉还不错，洗完清爽蓬松，用了一个月感觉出油减少，甚至掉发也减少。这洗发水非常适合油头头痒、头发偏塌的朋友，能高效的清洁油脂，还非常温和不刺激，同时添加复合抑菌止痒配方，能够有效抑制99%以上的马拉色菌，改善头皮头屑问题，重塑健康的头皮环境。还有一个 3D 蓬松技术，用完它头发蓬松了一倍，细软塌发质也可以轻松打造高颅顶，一按就能按出超绵细的泡泡，非常省事，适合懒人，洗感非常舒服。泡泡还有个二次发泡力，会越揉越多，洗完你就会感觉颜值都提升了。要是油头头痒、头发偏塌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评论区有专属的大额优惠券，双十一还可以凑满300减50，这样一顿操作下来，买两瓶超级划算。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喜欢请务必3连关注一下，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我是青狗，我们下期再见。